哦，这件上衣是不是也是莫代尔棉的？对，这件也是莫代尔棉的，这一件也是莫代尔棉，所以它弹性也是超级大。好，然后你可以像我这样拉斜肩，有一点点设计感，然后你也可以拉就是一般的，一般正常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它弹性是都是超级大的，超级大的部分哦，好不好？弹性都是非常大的，对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担心，这个一定可以穿到手。OK， 好，那背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上衣有什么颜色呢？上衣有我身上的蓝色，然后还有黑色，黑色，然后还有哦，你看妈咪身上的橘色 ，OK 吗？橘色三个颜色、嗯，你看，其实穿橘色你也不用担心，你会想说，天哪、啊，荧光色橘色。好可怕哦，不会有放大效果，绝对不用担心，立刻看妈咪身上的感觉。对，超好看，好不好？而且超级凉，对不对？对，超级凉，非常的凉。它就会直接变成是这样一整套。那如果像刚刚阿妮是有绑结，然后我们现在是直接你肚子大了嘛，像于芳妈咪肚子大了，她没有办法绑结的话，其实她可以这样子穿。而且这件呢、啊、穿到身都没有问题。来，你帮我给大家侧面看一下。空间非常的大，有没有吓死人？可以塞两个人的这个。对，小朋友塞进去都没有问题，双胞胎妈咪也都 OK， 好不好？双胞胎、三胞胎都可以了。就是很随性，就是这样搭一个牛仔裤就很好看。那你也可以像这样子，搭斜肩，把它拉斜肩这样子。好。对。这一件是橘色，所以我觉得很建议你们可以带橘色，因为我刚刚也有点傻眼，就是怎么穿起来这么好看？对，对不对？这个橘很好看哎、欸，对，这个橘很特别、就是，然后呢，穿起来又不会显胖，就是看起来整个就是很有时尚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再搭配你刚刚穿的那一件短裤，对，再搭配 OK 吗？再搭配刚刚那件短裤，我觉得这样子一整个就很好看，很不一样的感觉，而且又亮。不用每天都穿着亮黑嘟嘟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感觉起来就很好看，很亮。对，我觉得这件橘色真的可以戴，很好看。